看一下，这是一只垂溪的德牧哈。那德牧咋卖呀？多少钱这德牧？什么东西？多少钱？卖啊！我问你说个价钱，不问一下人。啊，问一下人吧。啊。啊？我给你说了吗？八百。三百。三百。是啊，赔3000。哎呀，这是，你说实话，老板。三百打不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这只垂溪的德牧300W。好了，不卖。德牧。黑泰迪。小柴犬哈，看一下。边牧哈，看一下边牧。这边是小金毛，看一下，挺可爱的哈。这边还有两只萨摩耶哈。这边是大狗，成年的八哥，国美，看一下。那边一只腊肠，看一下，都是一些种公和种母哈，八哥。拉布拉多，黑色的拉布拉多，德牧，金毛，还有一只法牛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泰迪，粉红色的和金色的，八哥，法牛，看一下，黑色的拉布拉多，看一下，有小博美啊，看一下。德牧哈，还有这应该是阿拉斯加吧，看一下狼版的，长毛的阿拉斯加哈，看一下，因为喝个水打起来了，这边是柯基。长毛的阿拉斯加哈，看一下。这是大狗哈。马犬哈，看一下。这是我感冒，有个牙，这热的很了，回家你来凉的我一喝，完了用你吃我的感冒。你也打你。看一下，这是我莱州红小泰迪。这个不知道什么品种。这边有我小金毛哈，看一下。柴犬哈，看一下，特别的可爱哈。这是大狗，还有一只法牛，八哥，拉布拉多，还有一只金毛哈，看一下。有我小细狗哈，专门逮兔子的那种，看一下。过了吧，回家门带啊。挺可爱的哈。这是帮粉丝朋友买的一只小八哥哈，看一下，挺可爱的哈。